来讲，我想市长，你针对营养午餐，你也开了记者会，我们自办93.6，全国第一，好。但是我们看到非常开心，也非常高兴，家长会很肯定你哦。已要求学校要慎选食材，但是呢，当我们看到家长来投诉，孩子吃不饱，他还要帮他带茶叶蛋。当我去了解的时候，市长，你想最狂，学童营养的午餐，劣质烂菜充数，采购黑幕重重，家长忧心忡忡。你自己看那个菜，这种食材，你自己说请学校慎选食材。你刚刚所看到那个花椰菜，再看到这个茄子，就已经高晒了啦。你那边要讲好，再来再看一下这个花椰菜这么恶劣，里面的心都是黑的。好，再看一下下一张，这个叫做丝瓜，丝瓜里面是安尼物件吗？伊拿袋一切好来的是这样，然后里面都是花霉的吗？再看下一张，这个豆子哪袋洗安了？烂掉。再看下一张，好，马铃薯是这样子的。再下一张，高丽菜，它是花霉，烂掉的。市长，我相信说，如果是你的小孩，你会让他吃吗？你会让他吃这种菜吗？将心比心，小孩都不行。你大姐来，再下一张。当我去了解。大湾国小、大湾国中、永庆国小、武王国小、永康国小、龙潭国小、新市国小，这三家三珍礼记餐具蔬果好，为什么学校不敢反应？当反应的时候，你知道多离谱吗？当我去查，下一张，台南市被开了9枪，起定太阳光电子行车吧，好，被开了9枪。这一些厂商都是跟这个人姓许的有关，既然他是当我们大湾国小跟大湾国中的大湾国小的会长，大湾国中的副会长，你不会觉得这很恐怖吗？当小孩当家长来投诉的时候，他3月20号放出来，3月21号就到了大湾国小，进去厨房直接找厨工，找了那个什么营养师，说他们在刁难他们的菜，这种菜不能怀疑吗？为什么学校不处理？我觉得很离谱。这样会有误导的现象，我必须要说明。我哪有误导？不是那个上面的照片呢？那个是111学年度，对不起。然后退货的。像然后那个局长，照片呢？照片里面有很多是现在的。他为什么这一个人？我说实在的。严主席，把他讲完吗？好，谢主席。局长，你不需要这样子去讲。如果今天会长他可以去参加所谓的3月20号放出来，3月21号就直接进入厨房，然后在厨房里面告诉厨工跟营养师说，你们都刁难我的菜有问题，你想何必做这些？还有，为什么在这周三开了厨工会议，家长会长他进入，我问你，他们会不会害怕？我跟你做报告，会长的工作。我想，市长，他们告诉我教育局很烂，这个教育局都不处理，所以家长包括老师都要跟你见面。我希望你排下周看礼拜几跟这些家长，包括呢还有老师见面。好，讲这句话的人，我有意见。谢谢燕珠演呢，那请你二轮发言了哈。院长，你先请坐，来请。那个是111学年度，对不起，然后退货的，然后局长，赵文珍处长，我想市长，你市长你自己看一下，局长既然新闻稿回复说这是去年退货的，我拿了一张茄子的照片，你教育局就泄露吗？这个是什么时候？今年4月2号，再下一张。这是4月3号，再下一张。这是4月9号，这些完全没退货。局长，你要为你花心无脑，包括你跟我所说的，你要负责任。我想学校跟不管哪一个学校，像这种恶劣、这种菜的食材，能送进到校园吗？你教育局长还跟我讲说，这学生没
跟你讲，难怪老师、家长、厨工，包括营养师都要跟市长你见面。我跟你说，这些，你先，我没有叫你回答。你都没有让我讲话。这些都是在今年度，因为这两个礼拜他们必须要招标一次，这一次他是没有招标到，就是因为这些的问题。结果呢，讲难听一点，变成3月21号，那个会长就直接去厨房找这些厨工跟营养师，你恐吓人家干嘛？你认为这样好吗？然后教育局长你还讲，我们台南市第一名的排黑条款，我觉得教育局真的比这些菜还要的烂。什么叫排黑条款？你应该排黑条款用的是用在学校吗？你应该像他这样的行为就不应该再进入校园。为什么他还进入校园？为什么在这个礼拜三会长还跟厨工跟营养师开会？我想这些问题动作处你必须要介入调查。局长，如果你刚刚回答我，议员你提出来这些菜，给林议员声音讲。我想如果局长你回答我，像市长回答我的态度，他会去谈，他也愿意跟老师、跟厨工、包括家长见面。我想这样子每一个家长都会接受。但是现在你让我感觉你挺黑，你挺厂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不让你讲，你说我这些照片是退货的，不是没有给孩子吃肚子的。你知道我刚刚秀出那孩子都吃肚子的菜一来，我少了一半。我可以讲，像厨工挑完的时候少了一半菜，老师认为说菜怎么这么少，家长认为菜怎么这么少，原来是烂的，原来是坏掉的。